害怕。啊，你丈母娘要来了，你别睡了，你怎么又睡着了？快点说欢迎，说欢迎，欢迎。妈，又睡着了，咋整啊？起床啊！害怕，他俩要去厕所了，你要去吗？你要去你动啊，你去不去啊？去不去啊？黄孩儿要不要去？二狗，其实是我拉着他的。他爸，你旁边是谁啊？啊，是谁？你老婆啊？你爱不爱他？懵逼。你老公呢？啥？老公呢？老公呢？老公跑了。你要干嘛？厉害厉害，这个公鸡打鸣打得好，打得棒，打得呱呱叫。是妈妈，是妈妈，你不要我们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是不是啊？哦，你是唱歌吗？